萃精髓为您悉心传授，修身养性，指引健康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功德品牌服饰独家冠名英语春拳课程班，我是今天的主讲张明宇教练。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咏春拳无进网无退网的一个讲解。如果大家想看更多咏拳的教学视频，可以去我们的功德者官方网站。如果想和更多的爱好者进行交流，可以去我们的功德者 QQ 讨论群，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以及官方微博，我们会有更多更全的教学视频为大家奉上。好了，我们大家现在开始吧。好，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咏春的无进步。首先开二字前一行，向无方向走，斜进马，无进步，无进步。好，再来一次，二字前马，无进马，无进马。那么在无进马之后呢，无退马，好，再来一次，无进马。我来放慢一点，大家看清楚一点，不退马，好，不知道大家看清楚了吗？我再做一遍，无进马，无进马，无退马，无退马。我们也可以这样进，这样起来，刚才的无进马就已经讲解了。好，先向外打无，向前进，无向前进。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在于当你最后以后学习木人桩的时候呢需要遇到的一个动作。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里，大家回去一定要多练习无进步无退步。当然无进步无退步对于前进步也就是进步退步来说要难了一层，也就是说大家要觉得自己如果进退马练得很好的话，也可以练一下无进步无退步，还是建议大家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永远前进套路多练无进马无退马，进马退马这些套路然后教的诀窍我们一样会用到。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如果大家想看更多更全的教学视频，可以去我们的功夫者官方网站。如果想和更多的爱好者进行交流，可以去我们的功夫者 QQ 讨论群，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以及官方微博，我们会有更多更全的教学视频为大家奉上。好了。